弗莱和周西西对阵这边蛋塔的决胜局的一场比赛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地图来到了潮汐林地，这张地图以前这边这两队组合吧，就是铁骑零零零和银匪，卧槽，无塔不欢，真的是死命的塔这边的弗莱。现在你看人家的地洞都往外面怼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啊，这就不提啊了。现在都是打运营开矿，但是这张地图开矿实在是有点坑啊！这他妈矿点在这个位置，卧槽，这张开矿这张图真的不太适合开矿，感觉，除非前期优势特别大。周西西，如果没有你 ，Fly 强弩灰飞烟灭，我是小王王，危急鹰飞小王王，他这是他的小号，他不是还有个小号叫什么诞孙一轮无邪念吗？是不是改叫这个名字了？这边准备练一下这个商店，待会儿看一下爽方首发英雄吧。这边出的是欧盟练手大法师，那他们就是不会 TR 了。如果 TR 的话，这边蛋总肯定出的是 KUG 的。这边弗莱选择的是剑圣，并不是老牛。打这张图弗莱有时候会选择强点练级，就是老牛单练，然后配合这边的 AC 练到一个高等级的老牛来慢慢搞，但是这一招实在是容易让，就是很容易崩的。我操，对面到时候全是破法，说不定。但这边剑圣的话呢，弗莱这边 TH 的这个 AC 就要遭殃了，所以说得想办法把弗莱的剑圣好好限制一下，如果想要赢下这场比赛的话。那这边开始练，我操，这就练了。这边鹰粉明明都还没过来呢，我操，这 DR 表示哥很受伤。哥已经被打到这么多血了，好的，我们接着来看。我们那手剑圣双敏英雄6006，真的这两个英雄要等级起来了还真的是挺牛逼的，如果装备一好。小精灵，待会儿这个小精灵，不是，这是周西西的小精灵，我还以为是蛋总的小精灵，看错了。好的，把这个点给他收割完，还能顺便再收一下这个小点。AC， 这边应该也是 AC。哎，我操 ，BR 呢 ？BR 还不坐下来吗 ？BR， 我操 ，BR 哪去了 ？BR 在这儿，在爬。哎呦，这边剑圣的蓝被爆了，那边铁骑零零表示，我操，本来是想限制你老牛的，结果现在一下。你这边用的是剑圣，这怎么办？还好这边用的是欧盟猎手，我操！抽的你没难，好了，现在 AC 安全了，就一发疾风波，还要强行过来搞吗？又抽，好了，没了，可以杀一个。这是周西西的小精灵啊！我这眼睛瞎的，还在练大法师，还在强行练，这波管不了啊，感觉就一个剑圣，没疾风波的剑圣真的没法限制这个输这个了。我操，这大法师加这个欧盟猎手怎么这也很厉害啊，感觉这边有光环加着，这无限抽啊，我操，这欧盟猎手待会儿这回蓝速度实在太快了。而这边弗莱周西西出了两个 AC， 双方在中间这儿肯定会发生一场大战的，看一下这，我操，这感觉现在我操，这个以前都没见过这个大法师加欧盟猎手的组合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啊！看他们两个，我说的不是说别人没用过，是这个人精，就是铁骑零零和鹰匪第一次使用这个组合吧？操，这剑圣还真的没法陪他们啊！这组合，剑圣表示很受伤啊！这一边回来呢，我这边一边抽了，这怎么玩嘛？这剑圣表示我操，无解了都。剑圣哇一抽没难了，这边要过来练这个点了，强行练，真的是不给面子，强行练，拖上民兵强行练，要开矿吗？这边就是觉得剑圣你根本限制不了我，我才这边才在这。好的，这边也练一个这个点，又抽一下。好的，这边剑圣被卡在里面了，这边堵住位置，好的，堵住位置，但是这边恶魔猎手身上没东西，哎，把大血瓶递过去，鹰匪把大血瓶递过去，这边人家有大无敌的，递过去啊，你倒是递给人家呀，我操，
我去，这丹龙表示，我操，坑队友啊！这丹龙表示，我无敌了，无敌了！我操，现在才跌，这让他跑出来了，这不还不亏？其实，强行让他吃一个大血瓶，我去，那这波其实也不算，还好，哈勃没有想象中那么亏。要是早点递大血瓶的话，这边剑圣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好像效果。算了，不管，有点累。今天我操，今天打篮球打了太多时间，现在解说的时候都有气无力的，大家还是见谅一下。太肥了，现在体重已经飙到了140，也飙到了快接近150了，而我身高也只有1.72米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胖了啊？真的是有点胖了，还打到一只眼睛，闪电盾。果然在这开了矿，真的是当着你的脸皮开矿。弗莱他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二本这一波冲过去，看一下能不能冲下来。如果这波冲不下来的话，那就彻底 GG 了。强势的一波，有网有狼骑有白牛的这一波，白牛呢？白牛马上出来，然后再加上剑圣，哎呀，这剑圣真的是表示很受伤啊！哎，这边一本骷髅书，哎，这个骷髅书可以有，过来。强行，哎，就杀农民，就杀农民，别的都别杀。我操，这 AC 点骷髅4块，这骷髅也是重甲一，只有一的护甲。这砍了几个农民嘛，这一本骷髅书还真不如卖了。我感觉，我操，一看这效果，还不如卖了去买本团补呢。哎呀，不太好弄，唯一的机会还是得冲，这个分矿肯定不能让它起来。准备反打吧，这边马上白牛出来一只，狼骑也应该出来了，这波就看这一波了，能不能干出，能不能搞出一片天地，能不能逆袭就看这一波了。好了，辣椒买出来，准备这个抵押先让他拆了，没关系。这边还在练，小歪表示哥先练到3再说。好的，3级小歪到位，买了雇佣兵，这波准备走。这个熊怪萨满很厉害，这个可以加了个返老还童的，是个好东西。好的，这一波弗莱他们能打赢。弗莱他们真的能打赢这一波，蛋总他们是打不过的，得往后撤。蛋总他们不往后撤，在这种宽阔的地方打，肯定是打不赢弗莱他们的。好了，这边开始强力追击，一个 AC 死掉，这个 AC 这不死，这都不死。哎呦，这波好歹是砍好了，但这个风光，哎呦，这个地形实在是，别上头啊，别上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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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打，拆家呀，来再拆家。你拆家呀？对对对，拆！好的，这边倒了得死，拆家！我操，别怕，这是圣塔，这不是箭塔，拆呀！反正别在这路口和他们打就行。我操，这走，这不别打？这你开一个矿不就行了吗？这不就在开矿了吗？那这不为什么要打呢？我操，这顶着这个路口打，真不理智啊！感觉这波剑圣已经被吸干了，感觉这波要出事儿，真的，感觉这波要出事儿。这 AC 在这完美输出，哎，这边的 AC 都输出的是在这根箭塔上面了。好的，这边弗莱的前排表示要死光了。好的，弗莱只剩40人口，这边双50人口，100人口对阵这边的80人口，还在砍，丢失，砍死他。好的，有重生，不怕。我操，这东西上的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！这个黑暗舞者上的这个丢失的这个东西还是可以，就相当于那个女妖的那个一样，不死族的女妖。那这边剑圣这个位置危险，剑圣让开，别卡呀！这边卡剑圣这个周期性，哎呀，可那队友了感觉，啊，这不溃败了呀？这重生怎么这么多呀？我操，这两个重生这。我的个大超呀，这不就不该顶着这个口子打的呀？这里还有个圣塔一直在这抽你，哎呦，感觉打不过了，往后撤，这个商店，有商店也打不过，顶着商店都打不过，这边剑圣已经挂掉了，关键是，好了，这边能买点东西就买一点，然后赶紧撤吧，这商店的价值就这儿了，买点东西还买了药膏，和山丘表示哥被射了一门，但是哥的这个魔法增加的真的是很快啊。哎呦，这恶魔猎手，而且这边这个也是个敏捷型英雄，这你说不一定，而且这边是3、4级的恶魔猎手，很凶，这组合。
完完完完完完完，已经找不到翻盘点了。这弗莱一周西西他们已经稳赢了，哎，不是，这蛋总他们已经稳赢了这一关。刚才既然自己在开矿的话，在这稍微消耗，哎呀，又死！哎呀，这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打呢？老老实实等封矿嘛，当时既然要开矿的话，不着急，都开矿了，那就在这儿用这个 AC 在这设这个基地就行了。那大机往后拉开，或者就在这再憋一再等一等再打。这真的这张地图确实这个口子也确实不太适合战斗，就这一个地方，就这一个地方比较好打。但现在等你好打的时候，人家兵都已经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边周西西还有一点部队，弗莱这边就剩下白牛、大鸡、狼骑，哎，狼骑都没有，还有一个熊怪上门。你说这熊怪上门挺强的，我操，25到32的穿刺输出，这都没有输的基本好吗？这身上还有个大血瓶，我操，这连秒英雄的想法都没了。这边英匪他们完全可以顶过去啊，直接干嘛，开干了，开干了。好了，这边剑圣直接射剑圣，这个剑圣真的着不住这个伤害的。好了，GG，我操，一锤子定住，然后直接吸干魔法，然后 AC 骑射，完美啊，真的。这边山丘又过来，山丘表示哥再养一养，养一养又有一锤子，这边就一直往前追就是了。这边澳门猎手虽然很残，但是身上握着个大血瓶就是对面的威慑。哎呀，哦，好可惜啊，这把是有机会的。其实弗兰他们啊，这还有这张图竟然让人族开出矿了，让我真的是觉得不爽。这波其实还不如就250打法来压制对面呢。前期的时候这周西西就不升，这我觉得吧，这张图暗夜不升本比较好一点。前期这尤其是打人精的时候，这我是个人想法，你就出理念比较好，这样至少让对面是开不起矿的。一般来说到后面一点的时候你再慢慢升本，这直接双方同这边两家都同时升二本，真的没什么压制力了。而且那边又是澳门猎手这种可以抽蓝的，剑圣也表示很无奈。好的，这场比赛我们就先看到这里，恭喜一下这边的蛋塔。好的，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各位，拜拜，也持续关注我的仙剑奇侠传4的解说，各位拜拜。